因为学生那就是我们的秋蓉，秋蓉大姐。大家晚上好。他刚才跟我说他很紧张啊，忘词了，不懂怎么唱了、啊。那么台下的朋友，如果你们会唱的话，一起唱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好，掌声掌声鼓励他。谢谢。完完整整的把整首歌唱好哦。